喂，喂喂喂，晚上好！感谢玩原始台不行送的为你闪耀，谢谢陈胖村，感谢胖村大帅哥送的一个高级灯牌。感谢 K 瑶和阿胡送的为你闪耀。单机游戏，这单机游戏。哎呦！晚上好，晚上好，刚来的观众朋友，晚上好。感谢凌晨和清水被认证。游戏啥时候公测？问游戏官方啊。感谢兽首风云还有一点屁送的猫爪比心，投过头了，在上面。老板，这是最后一摊了，这十几年的陈酿真的全给倒了。谢谢九字灯大帅哥送的高级灯牌，还有为你闪耀。喝酒的人又不会来了，留着还有什么用？我都办妥了，另外肚里的人也都已经通知到了，只是这事儿是不是太急了？现在怎么了？是严家婶婶，她总说儿子只认得神仙渡，要是他搬走了，以后儿子回来找不到他。还有小喜外婆生，那就等一晚，就一晚上。明天必须要走。感谢阿雪阿氏大帅哥送的，真的爱你，辛苦你了。啊，没有没有，就是大伙儿也还是想问个情况。有江湖上的人盯上了这里，学好了大仙功，太危险，很早就学上了。放心。嗯，上面还有个什么东西来着？有个探查，尝试之人。韩姨，你还好吧？那个一刀说的楚清泉是谁啊？他们说的黑水城又是哪里？什么黑水城？你管那些事做什么？我不是好奇吗？感谢西皮和就是看看送的为你闪耀。大家一直以为你和江叔才是一对呢，原来还有个姓楚的。你是皮痒了，赶紧收拾东西，明天我们就离开。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好儿女，好儿女最后都死在了江湖上，你是也想死在外头，尸骨都来。但是他们不后悔，他们去了就不会后悔。我也不想后悔，韩姨，神仙渡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后悔。我后悔行了吧，我就不该让他走。可人活着才能后悔，人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现在就是后悔一辈子，又有什么用？我们明天早上走，谁也不会少。我已经寻好了去处，那里没人找得到，也没人出得去。那江叔呢？我们还要去江湖找。去他娘的江湖！游戏名叫《夜云十六声》。过得这么快，韩玉这次要认真了，我可不能就这么依他。明天搬的话，那我今晚就得溜，先回去把抄的书收了，哄哄他。嗯，勉勉强强，清河第二帅吧。老大，你怎么了？书我都给你抄完了。不是。哎，红线，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大侠，能去闯江湖，但是周叔说江湖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不让你去。你要是真走了，周叔一定会不要你了，怎么办？我说你带我去的，这样我爹就不会骂我了。拿我顶包是吧？你倒是真有些好主意啊。反正我爹也不会怪你了。老大，我书都抄完了，什么时候能去见死人刀大侠？死人刀？游戏名叫夜云十六声。什么替罪羊？你不是想见死人刀吗？走，我们现在。嗯，这什么位置？旁边还有两只虫，这三只虫。哎呦！哎，谢谢派大星与海送的为你闪耀。这突然弓箭就不太足了，怎么办？四个。这草屋附近有四个虫子，这画面左下角写着游戏删档内测不代表最终品质。写在画面正上方了，写在直播间正上方了，大家自己看一下吧。嘿，刀哥，你伤好些了没有？托了你的福，中了几分。老子终日猎鹰，今朝被你的家雀捉了眼。我那不是误以为你和韩英是敌非友吗？此事是我对不住刀哥。你可找到什么秘密没有？这真是江湖郎住的地方？皇城什么样子了？当时是怎生情的？你一个小滑头，你找我还想做？要是破庙坑我的事就算了，韩香雪还骂了我一顿，说是我话没说顺。刀哥敞快，我也直说了，我想跟你去开封。好啊，你想瞒着韩向寻偷溜？上一次有这个剧情吗？好像没有。下面那个小妹子也要走？不，她先留在神仙都。我虽然一心想去闯荡，但也打听过江湖上的事儿，没有半分关于江无浪的消息。江叔，他必定不是普通人，
说不定这都不是他的真名。但不管他过去是什么人，我当初求他教我武功的时候发过誓，我既然学了他的剑，就要为他了结当年的恩怨。哼，大谎！江无浪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他的恩怨是什么你又知道吗？你胡乱发誓，别人就要成你的钱吗？我不知道，但是十几年相处，我看得清江叔和韩姨的为人。况且发誓是发给我自己的，不是给其他人的。难道其他人不在了，誓言就……你这人，够义气！这脾气我是韩香寻能教出来的。老大，好了没有？我也要听。和小女孩告别。能，红线，这就是江湖人称死人刀的豪客。啊，我见过你的，当时我回去救之前地下天河二水送的散药。你真的是大侠吗？感谢四仙子大帅哥送的为你散药。你们都想当大侠，那你们知道当大侠混江湖最怕什么吗？薛墨最怕难缠的对手。游戏5月31号出的。啊，爹爹妈妈。嗯，他们又疼你又要管你，就是当大侠最怕的了。说得好，他不是我爹妈，他要对我好又要管我。自从遇见了他呀，我就不得快活，这就是我最怕的。游戏左下角写着三档内测不代表最终品质，其他信息你可以去游戏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个马脚力尚可，是我路上逮到的。小妹子，你答得好，就送你了。好漂亮的马，真的给我了吗？不能反悔哦。这么小小孩怎么骑着马呀？就今晚夜半那个五马的破庙见。你去哪儿？都说韩香寻酿的酒好，老子得去尝尝。老大，我要骑这个马。它叫滴答。好，滴答滴答。老大，我们真的可以跟一刀大侠去江湖了吗？红线啊，假如哈，假如以后我不在神仙路了，你一个人？一个人？你一个人去江湖吗？为什么不带我？我也要去，你答应了的，答应了的。哎，带带带，你再乱动要掉下去了。我是要去一些危险的地方，打听江叔的消息。你先等我一段时间，等我安排好了，我就来接你。我答应你的什么时候没做到了？再说我不在的这一小段日子里，你就是神仙渡的老大了，你要有个老大的样子。 好吧，等等也行。很危险吗？那你干嘛要去啊？因为这是对的事。来，我考考你，如果那群小屁孩敢不听你这个老大的话，我就揍他。孺子可教。谢谢 Price 和 Pew 送的为你闪耀，感谢新源严小二送的为你闪耀。这几天吧，嘘，不能告诉其他人。好，我谁也不会说的。你看，我还给你准备了红披风，有了这个，红线女侠就是神仙渡第一帅了。老大，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万一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去的话，我
后面也要回来看我。总之就是说好的，我们要成为江湖双侠。好，江湖双侠，我们说到做到。他认识这小孩也没多久吧？这小孩是谁的？是谁家小孩？好像剧情里没有交代啊。居然真的要去江湖了，九香塔下我这些年藏的东西得拿走。毛有德在哪来着？在这儿，好像摸过了。这里面也不算新手村，这里面有很多很强力的怪物。这只是第一张图而已。下雨天怎么有人在喷火呀？这不太合适吧。先去拿钥匙。嗯，已经有光了。转着下去，这里我下去过一次了。这，哎呀，太快了，自己下不来吗？测试测到6月22号，它比上一次测试内容多了很多，不然也不会测这么久了，不然测个一两星期就可以结束了，一星期或者10天就差不多了，多两张地图东西肯定多了。藏在哪里？藏在石头缝里啊。就是这个，走，去开门拿东西。在哪里玩？在电脑上玩的。现在没有，要5月31号之前申请测试资格。没有测试资格进不去，左上方写着叫删档内测。十几年了，也没搞清楚这地方是谁建的，现在就要走了，得把我的宝贝们都带走。我去闯江湖，这个拿走，这个也拿走了。怪，这么多钱，还藏了10只鸡。这里呢？我这里直接长明玉，把东西都差不多了，可以把那个。找一下那个糖宝，陈旧的护臂，略值12。先去找一下那糖宝吧。糖宝这儿还有不少东西呢。这是糖宝吗？哦，这是熊大。糖宝在哪个位置来着？糖宝在门口吧。
马上花，醉仙同乐嘞，饮离人醉，赏醉仙月。游戏介绍可以看一下直播间画面正上方，这个字写的挺大的啊，还差230呢，算错了，就差一张了，差一张就可以学会这个内功心法了。游戏，你说游戏还没出，可能是你不太关注它吧。但凡对他稍微关注点的都知道他什么时候搞这次测试。你可以点一下直播间下方小手柄啊，那个到时候你就关注上了。寒疑静气，那小手柄有什么信息都会推送给你，如果你对这游戏感兴趣的话。不信。不对。江叔曾教导。谢谢东阳君大帅哥送的高级灯牌。怎么感觉这样写韩英会更生气。感谢东阳君大老板送的11个闪耀。算了算了，我跟一刀走了。韩姨，江湖再会。怎么突然背景音乐这么响？是我恍神了吧？这能翻过去吗？有翻窗动作。去年1月份来抖音的，游戏啥时候正式放开大家玩，可以去官方网站了解一下，因为这游戏不是我做的，我说了不算，我随便瞎说个时间也没意义，对吧？从这儿过去吧。上得去吗？这位置还不行，换旁边那个点吧。他这点正好在地底下。谢谢大脑斧嗷嗷和杨送的为你闪耀。好久好久，难怪楚清泉一直想来。这算什么？韩姨有一潭10年沉凝，之前被我藏起来了，可惜来不及带出。游戏制作官方说没有氪金项目，不止那一潭，这些年只卖皮肤外观，下的离人类都快堆成山了。楚清泉和你还挺不一样的。他这人不错，够格当我的朋友，就是喜欢管东管西。人就一辈子啊，这个游戏正式版挺值得期待的。还哪有什么快活？因为他这个目前放了100G 的内容，塞得满满当当的。没好事发生。哦，那我懂了，你们其实挺一样的。你不管东管西，那你又为什么到神仙渡来了？我那是自己乐意的嘛。我是嫌他死得太难看了，江湖而已。对的，到时候这个游戏是免费的。开口说一句，谁想他死之前还跟我喋喋不休。谁也没想到这游戏，想必你听了也觉得那些话是个单机游戏，然后直接免费。那当然，又不卖数值，又不抽人物。老子这一生杀人无数，最讨厌的就是所谓的大侠。等把他说的事了了，之后就算天塌了，地上发大水了，哼，又与我何干？对。绝不相干，绝对不管，绝不尽心尽力。总听你们提起楚清泉，楚清泉是个什么样的大侠？他是个傻子，一个什么人都要救的傻子。你这话里有话，
难道你武功这样高，也被他救过？你懂什么？他追杀老子九次，本来谁也没压过谁去，到了第十次上头，老子刚好跟十二煞杠上了，没想到他不仅没趁火打劫，还帮了我一把。我不会白白承他情，所以才立誓要帮他做一件事。那他一定是要你来神仙渡办这件事了。哎，是这样就好了。当时我刚逃出升天，夸下海口，当即就觉得不妙。这等名门子弟向来瞧不起我们黑道中人，万一要我自废武功，自残躯体，可如何是好？亦或自恃身份，让我不可杀人，不可劫财之类的，这样的难题惹上身来，也难了事。哎，那他要你，他没有人物尺，也没有武器尺，什么都没有哈。他要老子陪他去喝酒。老子横刀塞外十几年，谁不晓得死人刀重诺轻生的名声？他得了老子的承诺，居然，哼，就只是要我去喝酒。楚清泉葬在哪里啊？不知道，可能去了海里，可能回了天泉。啊？你是说，你们当时是不是很危急？我是得了信儿后去的，当时城里不剩几个人，他话都说不清醒了，只让我去找韩香寻。抓我们的人真他娘的多，我背着他一路杀一路跑，太阳在的时候跑，月亮在的时候跑，他在我跑到哪儿的时候没的。电脑啥配置能玩，打开官方网站看一看，或者直播间下方那个小手柄点开你看一看吧。就是悄咪的在我背上没的，我发现的时候月亮可大了，他脸我看得很清楚。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了别的没有。这是个单机游戏，你要交流的话直播间直接跟大伙交流交流，继续一般别人知道的都会告诉你的。后来掉河里了，我没去捞，总觉得是他自己想下去的，他还真是会干这些事儿的人。尽给我找不痛快，有空我们再回神仙渡喝酒如何？你还挺有故事的。哼，再不走韩香寻就要你讲讲离家出走的故事了。走走走。这里是强制剧情啊。恐怕不止有火，这群狗崽子，河到了，先往河边去。他当中有段没做，就一行字一说就跳过去了。说有一群人袭击了神仙渡。那然后又是两段话就过去了。动画还没做完的姿势。袁金刚是谁？好像有点熟悉。哦，这是之前比武的那个地方。那我这剧情进行了，我回去还能打那老头吗？问题来了，这怪都走火里去了。我伤害高刷是因为他选的，我自己玩的选了最高难度。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你可以选个简单点的难度，就一两刀就把怪给砍死了。小心，你怎么样？还行，差点见我夫君了。哎，少东家，你是哪里来的？我在破庙看见火光赶回来的。你们先躲到山里去，我回去救人。啊？哎呀，躲不了。我们就是往外跑，结果又被绕了回来。哪有什么神仙？
捉！是从上面来的。让他们这么多怪。中间人，触发什么剧情了？怎么突然一个这么大的慢动作？是因为我离开战斗范围了是吧？这里我不能过去，我算离开战斗范围了。这地方是敌人有掉落吗？有个周元钱袋，67块钱，这么全。这 NPC 攻击力高，先救了人，我再。这有东西掉的，你还发现什么？我感觉这有 bug， 因为他没打完就开始对话了，还有个 NPC 人呢，和袁金刚。哦，袁金刚在这儿。以路为心。我说了，你喜欢两刀砍死一个怪，你就把难度调成最低就行了，这事情不用纠结，难度可以随便调，就是最高难度调回去就调不回来了。很多乡亲都被抓了，我和乔仙儿想去别处喊人，结果怎么走，最后又走回来这儿了。什么游戏？看一下画面正上方吧，字挺大的。中间应该是他们的小头目，我之前尝试交过手，我一个人只能跑。啊，是火药！他们放火还带着火药，我可以用弓箭点燃这些，吸引火力。九香塔之前搭了防火的棚，现在还没怎么烧着。从这个角度射箭，可以射得更远。金刚大哥在高处射箭支援我们，我和乔仙下去救人，随后我们带人到九香塔会合。再见。解了不少松节糕，还不错。站起来，去九香塔，跑！好，好！别走！打小怪全靠这个杜乔仙了。杜小仙人呢？我要跟着他混嘛，自己走容易被打爆。我怪这么远，怎么突然没输出了？他刚才不是一两下一个吗？对对对，就这么玩。这里有没有箱子看看？里面倒是坐着人。哦，坐了两个小孩，这坐着辫子哥和红线坐在这儿。这么重要的两个 NPC， 杜乔仙人呢？上哪儿去了？以路为心。
喂，大姐，人呢？不是要交给我一个人弄吧？对了，你先上，这就对了。一念护臂新拿的，比我那个刚才那个好不少。哎，站起来，去救香塔。好，好，好！这里已经都被炸死了。这游戏赚不赚钱，游戏公司担心的，你不必操心，你就自己玩玩，体验体验，感觉好玩就玩玩，感觉不好玩就不玩，就这么简单一回事，对吧？其他问题你不用担心它。你还怕网易整个公司倒闭吗？它也不是只有这一个项目。不过绝大部分玩了这个游戏的朋友都对它的这个整体游戏体验还是好评的。Steam 上没有这个游戏。好，它这个游戏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登录器的，就和坦克夫这种比较像，有个自己的独立登录器。这位同学不知道不要胡说啊，他没有出在医保上。就算是死也不会哭着死的，我去引开那些人，你往河边跑，流水出去。不是，游戏体验直播间很多小伙伴都告诉你了，你可以看看他们打的字。哦，扎到我这儿来了。分分分分，欲在中横，立马哭一寒一寒这个怪好像第一次见，以前没见过啊，突然就倒了。哦，尸体得快点捡，不然它会消失。没有地方下载，它是内测，你需要提前申请好内测资格，不然玩不了，没有地方给你下载。稍等一下，有医生给我发消息。喂，哎，杜医生你好。哎，你好，吃过饭了没有？啊，你说。就是你爸爸今天结果那个低度试验那个出来的结果是阳性。啊。然后呢？
好意思，我父亲因为有阿兹海默症，所以他阿兹海默症引起了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然后我上星期是给他送到一个那个私人精神病院，然后这个医生呢比较负责，他经常打我电话跟我说说现在的情况，然后他说明天要让我这约好的时间，约好一个准点的时间过去。就刚才这个事儿，他的电话打给我了，带人去躲起来。刀哥，我来救你。他不用确诊了，他半夜三更在家里烧被子，然后打天上的灯，这不需要这确诊，这就是精神病。他说最近一段时间经过治疗有所好转了，但是还有一些事情要我们家属当面过去，直接要跟家属直接当面说的。这地方升级挺快，升到38了。别管我了，你一路上有没有见过什么阵眼一样的东西？谢谢习惯性自愈零度核弹和三角猫送的闪耀，不然找不到那妖女。感谢上课别吵老师嘴啊，空马和悄悄走进去送的闪耀。接下来是萝卜喵美女送的，为你闪耀。一个女的，我也没见过。刚刚她在烟里突然出现，给了我狠狠几下。楚清泉提过她，3年前秀金楼一夜围了南边一座城抓刺客，就是这个妖女设阵法做的。这，以往遇到阵法，我只用杀人，破阵的事儿是楚清泉干的。那现在怎么办？有水行不行？地道呢？或者什么其他的？总有可以做的吧。水上不能走，他们就从水上来，得有人在外面给指个路。你看到的好多个不现仙，这是糊了方向，要是有人能钻出去，在高处指个路就好了。要是出得去，大家不就一起出去了吗？我得先关一会儿了，我打电话跟我家亲戚都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明天我一个人去估计也弄不过来，我大概半小时之后再来吧。谢谢街角沙县小次郎爽吃辣条和乐意送的为你闪耀，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咱们等会儿见了。